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林志玲与言承旭去年被拍到在马来西亚约会，还一起健身，传出世纪复合。如今更被爆料两人疑似同居，言承旭已住进林志玲的千万豪宅。在本月11日，有媒体拍到了疑似林志玲和言承旭共同现身该住宅画面。从曝光出来的画面来看，身形和发型都非常像林志玲和言承旭，两个人在房间里面来回走动。对比之前言承旭在健身房中的装扮，侧脸对比照片中的两次画面，完全就是一个人。近日两人的好消息频频传出，不知道这一次双方会作何回应呢？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